还没上呢，喝那么快干嘛？哎，你跟我哭啥呀？大家伙都看着呢。哎，别哭了。啊！不进来，先小声点。你说。 跟我分手，不，就是你，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你坐回去，你说要买房子，我说好，买，我攒了3年钱。 我房子我都睡不下去，睡在公司里，在公司里。每天人家下班了，我要假装加班；每天人家要上班了，我把东西收拾好，提前离开。 公司的桌子都让我睡出包浆了。我现在看见桌子我就想吐。老秦是好人，丽达说的对，我就是缺心眼，我就是大傻子，大笨蛋。 哎，慢点，哎，这，哟，整的还挺有情调啊。 我走了，跪下来，起来，咱俩喝口水。 今天这流星雨还会来吗？当然了，人家早就说了。会不会等不到了呀？怎么会呢？今天天上一朵云都没有，肯定有。饿了？嗯，我跟你们这些叔叔辈的可不一样。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了。怎么感动到要以身相许了？真的，我真的都尽力了，没有做错什么。磊哥，你一定会幸福的。烫不烫？不烫。累不累？累，别动。我自己来吧。马上就好了，关。还是我自己来吧，快一点。你赶紧去洗澡吧。那我去洗澡了啊。喂，丽娜。叶璇，你现在和李总监在一块吗？我有工作要汇报。哦，他在。不是，你找他，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美女下属和男上司打电话多有不便，我要避嫌。再说打给你不就等于打给他吗？他在洗澡呢，你有什么跟我说吧，我替你转达。哦，不是，你别误会啊，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说啊，我挂了挂了挂了，拜拜拜拜拜拜。你不是要汇报工作吗？哎，那些都不重要，没事没事没事。给钱给钱，我就说了吧，他们不但在一块儿，而且还在洗澡。哎，没说玩钱呢，我又不参与的了。哎，你们怎么还玩恋爱呢？今天没带钱。程哥，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快点。什么给钱啊？你们怎么那么多人啊？你们干嘛呢？说什么呢？喂，林琳娜，你们是都不忙啊？下周全体加班。以后他们的电话就不用接了。他们拿我们打赌，哎，都没法见他们了，怎么办啊？吴总，这是未来一周的日程和客户安排，需要格外注意的我已经拿笔标注出来了。不错，你来这儿待了得有快一个月了吧？准确来说是一个月零三天。行，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啊？怎么，你还想在这儿待一辈子？不是吧，吴总，我做错什么了？那这里就是你的工位了，谢谢少姐，有什么问题再联系我。没问题，您先去忙吧。我终于有工位了。嗨，哎，您好，请问打印机怎么用？我没空，您先忙。哎，喂，好，是是是，好的。再过来试一下吧，应该可以了。好，好了好了，谢谢啊，没事。等一下，你好，你是来送东西的对吧？是的。原始材料呢？你是那个拿走原始材料的女孩吗？叶璇，之前的事情对不起啊，但是我也是有苦衷的。到底怎么回事？是张博文让我去找你拿原始材料的。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啊，但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拒绝，因为我也那会儿就是个实习生，我转不转正都得由他说了算，所以实在是对不起啊。算了，反正误会也解开了，事情也过去了，张博文这不也离开了吗？叶璇，你真好啊。你不在设计部吗？怎么来市场部了？张博文一走，原先跟着他的同事都有点待不下去了，但是我还想留在奥克，所以来市场部学习。我如果干得好的话，下个月就可以转正了。
真的啊？嗯，那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我帮你。好，加油，加油。好，双手抱一下，双手抱一下。好，左手叉腰，右手。啊，哪个手？嗯。好，身体转一下，转另外一边呢。对，向右转。好，我们换下一套衣服。那叫我来干嘛呀？你不是摄影师吗？过两天我要参加一个餐饮界的活动，需要几张照片，所以请你来参谋参谋。你还记得我是摄影师啊？怎么不找我拍啊？那你害羞呗。吴总，我主要还是想多跟您学习学习。我找人不是来学习的，是来干活的。吴总，我不是这个意思。给你一周时间做出点成绩，要不然自己走人。没问题，那您看看还有什么要修改的。我在楼下等你。吓我一跳，这么认真。来，给你买的。给我买的。我打算把智雅轩的二店打造成跟一店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么厉害啊？那需要我帮忙吗？还真的有个忙需要叶大总监帮我一下。嗯，那说吧，小李。小李哟。我最近看了不少的餐厅转型的案例，其中有一家叫仁心堂的中草药店转型成了药膳餐厅，还是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药店转餐厅，这么大胆？对啊，而且效果还不错，特别受年轻人喜欢。不过我没有查到这个案例的具体细节，我印象中奥可的资料库应该有。不错嘛，怎么样？果然是专业的。那是因为我拍你的时候啊，带着爱。这么喜欢看我啊？没有，什么？我看照片呢。你喜欢我？我声明一下啊，我呢还是喜欢成熟稳重的男生，像你这种弟弟嘛，不好意思，没感觉。
真的没感觉？没有。还是没感觉？但是我对你有感觉。是不是疯了你？小云，谢谢。你还好吧？昨天我……啊，没事儿。是我自己没能做好，没能让吴总满意。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说，你可别自己憋着。嗯。哎，你忙什么呢？我看你在资料室待一早上了。我在找一个广告案子，我怎么都找不着。什么案子？你说看，没准我能帮你。你听说过人心堂的策划案吗？人心。那怎么样了？没有，慢慢找了吧，别着急，反正都在这儿了。找到了，找到了！哇，就是这个。喂。喂，李泽南，我找到了。太好了，你帮我看一下当初参与这个项目的设计师是谁。设计师，哦，一般在方案的最后一页。设计师是，那个，我是犯了什么错误了吗？徐总，真没想到啊，你竟然这么低调。什么意思啊？能不能给个痛快的？小徐，当年任心堂的这个案子是你做的吧？我还记得我那会儿刚进奥可，前辈们老是提起这个项目，没想到策划人就在我身边啊。是，任心堂这个项目当年是我做的，不过快要收尾的时候啊，我离职了。为什么？闹了点不愉快。当时李新夏大学没毕业，刚进入奥可的设计部当实习生，也跟你现在差不多。他这人你们也知道，嘴快，脾气也不好，总得罪人，还挺烦人的。我呢，当时在奥可的市场部已经干了三年了，大家刚接到任心堂这个项目的时候，很兴奋，真的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但是这个设计部的总监啊，不是个善茬，在任务传达各个方面使绊的。李新夏当时岁数小啊，没什么心眼儿，替我们出头的时候就把这总监给得罪了。总监不待见他，同事们自然而然的也就疏远了，甚至孤立他。我当时就觉得这小姑娘不简单，啊，偶尔请人家吃饭。后来这事儿不知道怎么就在公司传开了。那会儿奥可还没转型啊，对于所谓的办公室恋情啊，比较忌讳。总监找我谈话，话里话外的意思呢，是想把李新夏辞掉，把我留下。所以徐总，您就带着李首席一起离开了？你怎么知道的？哦，江湖肯定都有传说的呀，而且您这么英雄气概，肯定不会低头的。你就是嘴儿甜。对，当时我一想，怎么能让小姑娘受这个委屈，我就递交了辞呈，心想着能把她留下。哎，没想到就都离开了。
这不就来这儿了？当年任心堂这个案子的资料现在还有吗？我觉得这个案子啊，大胆前卫，对于智雅轩二店的策划特别有帮助。可惜了，时间太久了，早就不见了。这样。但没关系，都在这儿了。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没有哲雅轩二店，我们做哲雅轩饮品新品牌，就把正在装修的哲雅轩二店作为新的品牌概念店的地址。徐总，这样会不会太大胆？哲雅轩的饮品销量倒是一直遥遥领先，我们现在资金不足，如果开发我们擅长的领域，反而会有好的效果。知我者，难也。嗯，那雅妮姐那边呢？她不是早就把二店全权交我们负责了吗？我们只需要给她惊喜就够了。老徐，我想跟你聊下二店的事情。你走吧，上办公室。啊。眼尿掉地板上了，你赶紧找个男朋友吧，就能减少对我的关注。男朋友哪有那么好找的呀？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嗯，我说不清楚。他是稳重点吧？他是那不就是磊哥吗？磊哥，他是稳重。亲，你俩聊天就聊天，不用替我。谦虚，是不是？磊哥，还没走啊？啊，那个，昨天的事情，对不起啊。磊哥，你别放在心上，谁还没有个喝多的时候呢？啊，其实我记得我醒的时候，我……啊，磊哥，你放心，昨天晚上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我看到你睡着了之后，我也马上就回家了。那就好，麻烦你了。那个，啊，你先说。那我先说。你现在有空吗？啊。我是说，你现在有空吗？李泽南。啊。我突然发现徐总好像变了。变得特别的帅，不知道是谁以前总说人家胆小抠门习惯。哎呀，我说的也没错嘛，他是挺胆小的呀，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巴巴艾德的每个项目，不让大家出错。他确实是妻管严，处处让着李首席，不让他生气。人家这是爱的表现。哦，爱啊。那当然。而且他确实挺抠门的呀，
如果不是他的抠门，公司早就黄了，哪还有你的岗位？学到了，学到了。哎呀，甲方说什么都对。其实我觉得老徐挺幸福的，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工作，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努力，像这样的人一定会加倍珍惜现在的生活，所以我一直都挺信任他的。嗯，在巴巴艾德的那段时间也是我来上海最快乐的时候。怎么这么快就忘了被恶魔甲方虐待的日子了？姐姐，我现在才是正儿八经的甲方。给你嘚瑟了。李泽南，嗯，我觉得我还是挺佩服你之前做的每一个选择，我都不太理解，但是现在想想好像都是对的。废话，叶璇，嗯，你想过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将来我想跟喜欢的人一起共同向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你呢？擦。李总监肯定是想带领着巴巴艾德到纳斯达克敲钟吧。我想在未来的三年里把巴巴艾德的这个旗号在业内打响，然后什么？然后把未来广告界第一恶魔女甲方叶总监给挖回来。怎么样，考虑一下。 那要看你到时候请不请得起我啦。干嘛去啊？我肚子饿了，快请我吃点东西，好好表现一下。饭桶要吃饭了，得好好的犒劳一下。磊哥，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我看你挺喜欢口红的，想送给你一支当小礼物，表达一下我的歉意。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这个色号可以。嗯，这个还不错哈。啊，再看看别的。嗯，这个07号，这色号现在可难买了。啊，没想到这儿能遇到，是真好看。磊哥，你看，这颜色怎么样？这俩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有区别啦！你看这个色号是现在当红的斩男色。斩男啥意思呀？斩男就是让直男看了欲罢不能的意思。那是挺欲，不，斩男的。还是算了吧。啊？你怎么把斩男放回去了？这个价格太贵了。我要找代购买，至少能省3杯奶茶钱呢。我再看看别的。你好。哎，把这支口红拿一支新的。好的。哎，就它了。没信。先生，您稍等。谢谢磊哥。不用。我还以为这样的一支口红还挺贵挺贵的呢。原来只要300-400就好。要是天底下男朋友啊都有你这样的觉悟就好了。嗯，是吗？我觉悟挺高的。当男朋友。先生，您的口红。谢磊哥。
其实，磊哥，我先回去了，明天见。你出租车。困了、啊，嗯，睡吧。嗯，谁开门？这么晚谁呀？快开门！雅妮姐。开门！翅膀里被牵着人生无常总和总是有些长大人生路上心累没说千百大整个世界妥协，阳光照射不得，但要让火种回心里，也曾。